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是站桩式打法，哦，巫医御魂流站桩式打法。给大家参考一下哦。当然方法很多种，可能有的人也觉得没什么，但是想说给大家参考看看哦。那个如果表演不深哦，就大家多多包涵哦。先躺在地上休息一下，这样比较好示范哦，来为大家测试哈。好，现在来开始了。哦，这个打法最主要的方法就是，善用一和三的热键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鳄鱼、仙女。哦，当然偶尔要走一下，那个大棒子下来一下是很痛。好，然后偶尔收割一下哦，因为怪物太多了。哦，还有 boss 也穿插在里面哦。其实我也看不太清楚我在干嘛。哦，这个自爆的一定要跑。哦，这个打法主要是，太忙了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了。我每次御魂都要削到，就是那个魂要附在敌人身上，然后下虫，然后再那个再收割。哦，再收割。哦，现在只剩下网的话，就好像比较没什么。哦，每次打一下。哦，主要你们可以看到我一三键两个交错的一直在按，有没有？哦，主要是那两个功能键的关系。哦，文章当中会跟大家那个提一下这个是怎么样一个使用的方式哦。哦，又来了。哦，这个冰的就没办法这样玩。哦，冰的就不能站住了，因为站住光站在那边就受不了了。我要定住。收割一下哦。网先把它割一割好了。哦，遇到这个冰的话就不要站住哦。站住基本上会GG哦。啊，两只都魂都要弄到，然后主要我是用那个距离的效果啦。哦，这样打还蛮稳。距离就是你一直去，啊，怎样才能达到一直去的效果嘞？哦，那个等下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我先解一下我的那个传奇。再等一会儿，飞太远了哈。还没准备。哦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装备的一个技巧。哦，主要是，我用这个巨灵，哦，8秒内100%获得护甲值，哦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灵形术，哦，这两个搭配两个一起使用，但是关键其实除了那两个以外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要减 CD， 哦，减 CD 的部分，哦，31.15差不多，我是觉得就够用了，哦啊，我用的顺序的话就是。先每一只先食魂哦，每一只都要点到，每一只食魂之后，再用食人鱼把它吸过来之后就一三相间，有没有？一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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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哦，因为我们有那个这个是剥削使者哦，剥削使者效果哦，所以假如有一只死的话，冷却时间又缩短哦，所以这个打法来讲还蛮，我自己在用还蛮好用的，因为刚刚也蛮多怪的，所以就。先躺在地上给大家那个，不然我怕怪物被清光了哈。哦，以上打法给大家参考哈，这个装备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
哦，御魂师的智慧，因为我铠甲还没打到，哦，所以只能用这个不算完整体的套装，哦，然后这个肩膀嘛，哈，御魂手，这奥基德就是本来秘术师在用了，拿来加减用，哦，伯爵夫人项链，其实刚刚那个打法最怕是地板技啊，哦，所以像这个有这种的，或者是减防冰伤、防毒害的都可以拿来用，哦，然后强韧护腕这个就不解释了。哦，哈林顿，哦，御魂裤，御魂脚，哦，毒蛇这个我没有僵尸犬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原本的宠物流拿来用的哈。哦，花戒，哦，我有用团结，哦，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哦，我有用团结，哦，基本上不用团结，我就团结还不用，是基本上自取死路哈。哦，所以稳的话，除了装备以外，还有技能的搭配。都需要哈，啊，都是必然入火哦，打到会结冰哦，这个可以增加蛮多稳定性的哦。以上这个是站桩式的一种打法，给大家参考哦。当然不是叫你一直要站着啦，偶尔也是要走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哦 ，OK， 拜拜。